开房的时候。哦，就是中途接了一个房之后就不能改了。去开包，你的号是吗？无中生有。顺手牵羊。嗯。有。顺手牵羊。曹公得天赋星。哦，天赋开了。上什么星了？无二人足以救。杀。得遇曹公，吾之幸也。老夫来当。雷杀。哦，好。曹公得金不喜，惜得吾二人杀足矣。嗯，得遇曹公，吾之幸也。无中生有，那这局输了。
廖化是个反啊。刚才那句不是三黑是铁树，真的，刚刚那个三个反，怎么说呢？哎，因为我是其中之一，我不是其中之一的话，我吹爆刚才那三个反。被支配了，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。嗯，但应该是被支配了这句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先横滨王记，如果是普杀的话杀观音瓶，观音瓶能死，横滨剑的话横滨王记杀。这个打血了，我刚刚说的东西都是很有很有意义的，很有目的的。横滨王记是控制先手，因为即将行动一个反打观音瓶打血，是因为观音瓶这个位置是七号位，目的是为了打死他。而你寒冰剑对方的话不知道他的牌，打他一点血是明明白白一点血。你可以寒冰一下观音瓶了，观音瓶的牌好像不是很好。迂回袭敌，击其薄弱。啪啪。战机稍纵即逝，岂能枯等军令？好的，还有一点点机会。漂亮漂亮，这局居然没有被支配。以蚕食之际吞完，那要被鲁肃支配一下。杀！五谷丰登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张飞啥技能？认真的吗？谢谢高子的分享。那早知道是假血了，出乐了。乐不思蜀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这个局鲁肃怎么办呀？嗯，谢财神放一放啊，不排除是内奸。啥？谢财真的是个内奸啊？过河拆桥。这三个反贼有哪三个反贼有毛病？决斗，世故欣然，未雨绸缪，命中注定，有此一劫。好像一个反贼都没有毛病啊，个个都是大反贼。推主，这局推主的。推出去，而且有假血。血债累累没有结束呢，算得清吗？
君子贵人见己，仙人不要出无懈，但愿这波好事不要出无懈。嗯，其一，然后其次，刘备如果没有出无懈，可千万千万不要添堵，救命呢！梦幻，爽，爽爽爽！哇，酸爽酸爽酸爽！可否替我赴约？顺手牵羊。这太酸爽了！火杀！杀！
刘备的这个回合非常重要，第二轮的第一个回合特别重要。鬼道莫测，鬼变无穷。如果这个无懈在刘备手里的话，刘备估计不会这么打。为君解忧，他要认到曹睿和张一才两个忠臣，好不好？不要问卦，直接两杀带走徐氏。南蛮入侵，我打神州鱼这一下和猜曹昂那一下都是为了跳身份。赴我大魏，扬我。谢谢索大神奇。好，可以，他已经注意到徐氏了。对，刘备，你继续这样，把徐氏带走。刘备，臣妾自当与圣上。你不带走，你至少仁德啊。卦可定心，不可逆命。谢谢谢赵云分享。由天定，七分人算计。徐氏不在了，徐氏有闪，张角给了个闪，顺手牵羊，给牌，过河拆桥。张角，徐氏有闪。蜀中蜀间，完了，这个局还不好打。张角不是判了两双闪嘛，然后刚才扔了个兵嘛，所以给徐氏应该是给了个闪了。现在徐氏手里有个闪，寸草无声。好的，直接带走哈，省得我出手了。徐氏手里一九一闪，曹昂给了个九，张角给了个闪。哎，你也反水了？借刀杀人。鞭炮来一个，然后我摸个火攻。我摸个火攻会决斗吧，把张角带走。没有，有我在，定让敌军寸进尺退，纵有强弓强弩也无用。五虎风当，谢谢程序分享。主攻就是关键，就是说他能不能认到我和曹睿两个中，认到我和曹睿两个中，这个局就是一点都不难。好，
来压盘打字抽奖，杀！尔等叛贼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！杀！父亲上马，孩儿随后便来。父亲，安全就好。刘备现在看明白了吗？装简易，好的，想干嘛？哦，赤桃，哦，好的好的，然后呢？赤桃不至于，你的两个忠臣都快心碎了，刘备啊，你看你另一个忠臣都这样了，慵懒青年，好，哎呦，这要气死人吗？臣妾神仙圣上共抵外敌，杀！神仙你好，神仙。闪！为国纾难，为君解忧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刘备说：“这两个反贼肯定是想再骗我牌，机智如我。”没杀。唐英在手，敢赴苍龙？杀！闪！聚天之气，行天之道，这改变乱世的力量。杀！技术赔率很好哎，压一下，这么高的赔率，久了都。刘备，来来来，刚才张角劈你，你去把他杀了，这个不难了吧？好不好？雷杀！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这局没有忠诚啊，这局你只要认到谁是反贼就行了。张角应该是个内奸，神咒与反贼。为何苍天还没死？哎，你打一打吧，这个刘备，我跟你说，他找不到忠臣的，说不定能认你忠的。自当与圣上。不能，他是蹭红色牌，啊，不能。张河主，张河主，我如果不是八号位，我不选学院，这张河主太弱了。小雨好，现在没事干了，抽奖断了一次，没事干了，那就加一次火力全开吧。用兵之道，变化万千。他怎么跳了两个牌啊？哦，一个牌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。猪只带狗的话就更打不过了，因为已知一个点是没有输出的，所以我连选荀彧这个将我都嫌弃了，这一手我都嫌荀彧输出弱了。看我的吧，也帮我。这个郑和盲区都快追上我了，偷了两个忠臣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，我的。也是你。这局张合虽然主攻选项不好，但是他命好，命很好。谢谢音乐少分享。小飞牛好。
我帮你，你也帮我。机器人爬出来了。机器人爬出来了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无中生有。你说他偷马良是为了限制一波，偷我是干啥？偷我也是为了限制我。这句吕蒙应该是个周内了。你们记不记得我昨天说过那个选项动机那个，就定身份，定偏什么？第一优先级是定备主攻课，从而定偏中。这是定身份的第一级。像你们平时说的什么课主攻，这个课主攻其实不存在的。课主攻这个思路要看这个主攻的特性和课的程度。有一些主攻没什么特性，然后是微课的话，那种都不能定偏反，更甚至定不了明反。就被主攻克那个程度是第一的，比如说貂蝉主的老法阵，那个是明的种类。其实貂蝉主的老法阵是什么身份都不对，因为忠诚都选的弱了。过河拆桥，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。等一下，我标了三个钟。吕蒙明显不怕主，怎么会偏中？你说的，你再想一想，我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。火杀。马良主的大师，马良主的大师，这个就是可以定狠克了，那个可以定明反了，就是要看克的程度，根据主攻特性和克的程度。那个抓了个花，我刚刚说的是吕蒙怕被张合偷，也就是说他是被主攻克，但是克的程度不是很高，所以说他是定偏中。这样是这么一层逻辑，他怕被主公偷，也就是他是被主公克的。我帮你，你也帮我。等一下，他怎么，他挪了个什么啊？哎，对，刘琦主大乔，这种也可以定偏反或明反。你们说的这种都可以定明反了，就克的程度要到这样的程度，有一种微克、啊。你比如说，马超，红杀孙策，孙策主的借马超，这个哪叫克啊？这个克了个毛线了。倒酒，倒酒！他把吕蒙的加一码给马良了，那边跳了一个反贼，我故意不拆赵云的加一。酒池。
料敌机先攻谁了？攻心为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应该这样的。笑到最后，可是我偏不喜欢。那么现在吕蒙已经把自己要做的事儿做了，反贼要识趣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反贼去碰一下吕蒙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反贼基本上就输了。我都这么打了，我是自己主动跳的那件，你再来碰我，那就是你太不识趣了。不识趣就跳中了。再次谢谢雾寒零九六的三个半卡。而且吕蒙做的比我还彻底一点，他是直接削了张合一个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局你说反贼的状态也是要靠主中去打的，反贼状态挺高的，所以说是我是内奸我是不会削桃的，我只是表个态而已。他做的更彻底一点。你可以把赵云的加一码也给自己了，别老让赵云来骚扰你了。这挪什么？这应该是挪加一给自己了吧？你干嘛呀？让我打董卓啊？这一手就看我的吧。借刀杀人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，也帮我。这一回合要看看吕蒙怎么样了。我们主动其实不太好，我和马良要换个位置，因为马良动一下差太多了。就马良动一下会给内奸感觉，这个局好像主动有。其实到我这儿就很一般了。也是你的。谢谢雾寒。杀！酒池肉林，其乐无穷。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。静观其变。嗯，对，这吕蒙还可以，节奏把握还可以。乐不思蜀。生时旱路，这些牌很好，死为汉，可是我偏不行。我把自己两张前面牌给弄掉了。过河拆桥，别着急扔，给到就好。闪，虎狼之师为我所用。用兵之道，变化万。
天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待本姑娘再换把兵器。哎呦哥，他的巧辩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？这一手就看我的吧。他这么巧辩，我是要吃桃的。我帮你，你也帮我。希望没补出闪。我的也是你的。他所有的巧辩都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但不是说跟我想的不一样就一定是错的、啊、你比如说挪这个八阵，如果说挪了之后没有出闪，那就是对的。不不，我准备放马良了。欢迎进马，晚上好。铁锁连环，一次喝个够。雷杀，闪。桃园结义。这桃园能开吗？我还要更多。咦，我看一下，这桃园谁回血了？董卓 SP 云。反贼方是董卓和 SP 云回血，哇！而我们这边呢，荀彧马良回血，这，我操！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早知道董卓这么跳的话，雷杀。早知道董卓这么跳，我就死保马良了，我真死保马良了。这还能出现个第六人呢？雷杀。那个马良的字书扔的草花，草纸是不能捡的啊。掌握之中，这些牌很好，笑到最后，可是我偏不行。是赢家，冰凉寸断。这个就是突然看到，跟你们说一下。好，开单抽奖，这次不点歪，这次点歪我是输。押金猜打字抽奖。苦尽时，猎人得利。九杀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用兵之道，变化万千。别着急扔，这一手就看我的吧。收赵云。这局我所有的集合都是围绕马良来的，我前一回合打香香，这回合打赵云，就所有的集合都是围绕马良来的。这局我们核心是马良，就虽然荀彧也挺强的，但是这局张合带给我，或者说我带给他是赢不了的，要马良。那边有个九，哎，不拍了吧，不拍了吧。是汉路，死为汉臣。等一下，这个牌有后手吧？我的也是你的。借刀杀人，这一手
就看我的吧。帮你，也帮我。我的，也是你的。没有，桃园董说开了。顺手牵羊。刚上了，刚上了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前，那我刚游戏进行在第二轮的时候，第三轮的时候说的策反，实现了，真策反了。酒池肉林，其乐无穷。我这个就算有后手的话，曹植是不死。就这个后手要两点伤害的后手。静观其变，向机而动。杀！你们拼的厉害一点啊！日久高殿上，亲友。我若怕你，非孙伯符也。
稍微贪一点的大，这个大要烧曹昂和左慈细才，因为细才庇护了曹昂或左慈。还有一个韩当的大招也是，就你韩当开个大招可能没有最好的效果，但是你得到了收益之后，你去把对方的状态打低了，然后或者说是打出了收益点，你这样的话不是做铺垫了吗？听频道微妙者成一期可以转危为安，毕竟平时打牌不是那个做那个什么最佳视频嘛，就是你不要每次那种都追求那么高的收益点，打得好像很啪啪啪很帅似的。你这桃园结义开的话，那就是不准备给我名将了。无懈可击。他桃园不给我，不，他桃园开了就是没准备给我的意思了。给防御牌了，这个没毛病啊。这个如果说他手里有个九，安得其法？雷杀。这个牌如果说他手里有个九的话，我也会这么给的。过河拆桥，斩击稍纵即逝，岂能哭等军令？过河拆桥，迂回袭敌，击其薄弱。南蛮入侵，斩击稍纵即逝，岂能哭等军令？杀！杀！无懈可击。杀！神顾心将军，请听你注定。有此一劫，你要对队友稍微有点自信了。我这南蛮敢开水，我就可以负责。扬我国威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这牌直接给我，神作也都死了。逝者不死，浴火重生。主公，快走！
鸟可则木，木。我看器材什么牌，因为我刚刚是说这个牌有防御，能保命。啊。